2024亚太杰出企业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各大企业家盛装出席与会。今年的主题是迈向多元，构建包容，互利共赢。其中首次参加就获奖的台湾专业牙医集团，凭借多元评价的医疗理念，获得评审肯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荣誉。那我觉得也凸显，其实我们的台湾在医疗上面其实是非常的领先的。今年的入围名单中有来自亚太地区的各大企业，获奖率不到7%，竞争相当激烈。牙医集团一举拿下两项大奖。我们认为说，以集团的优势来讲，其实可以去打造一个以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理念，可以去呼应医疗平权。那我期望未来的市场以及未来的世界可以借由我们的影响力来去让更多的人去更多的业者更多的医疗行业去追随。经营理念获得肯定，无非是对企业经营者的一大鼓励。亚洲企业商会透过奖项，也希望能够敦促得奖企业家们在各自领域持续精进。三立新闻台北总报导。